普通女孩吃巧克力，这么一大块吃下去，明天肯定起来胖10斤。嗯，哇，好好吃啊！今天热量补充完成，热量补充完成。我不能再吃了。柚子吃巧克力，满汉全席都是巧克力，哇，嗯，太满足了。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。苦浓苦浓的，不会特别甜。我再吃一块。嘴巴黑黑的，来一个蘸蘸蛋挞。这个提拉米苏好好吃啊。这个是榛子巧克力千层，这个流向里夸张，哇！我就只吃半个吧，感觉吃一整个可能有点吃不完。嗯，嗯，这好扎实哦。好苦啊。哇。
这应该有接近80%的黑巧了，太苦了吧。就留给鹏哥吃，太苦了。我把这一半拿进去吃掉，我就只吃半个吧，感觉吃一整个可能有点吃不完，就只吃半个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解腻神器。这一半留着给鹏哥吃，还有个蛋挞。你一次能够吃多少巧克力？评论区告诉我。